好奇怪的光，把那个光调暗一点。在哪？好了吧？嗯。太亮了。哈喽。有点儿。我跟你们讲，十三分钟以后，我要去 shopping 一下。但是我的 iPad 吧，它突然更新了，好烦哦。谢谢王同学的酒票，谢谢你们。十三分钟以后我要去 shopping 一下，不下播啊，我用 iPad shopping 一下。白裙子，对啊。iPad 可以 shopping 的吧？可以 shopping。好啊。大家都喜欢淡妆。好，把光调亮一点。看来大家都喜欢蛋卷儿啊！我要买净水器，你们要买吗？这有啥好安利的？净水器。净水器都要问人家要买吗？凭个单身。他说他要那个。做月亮。让我给他安利。快点吗？谢谢王同学的酒票。那是啥？就是净水器啊。我十二点没有什么想买的东西。就是。看，这是。就是喝水的。谢谢绿豆沙冰的99个应援棒。对啊，我嘴角一直有个痣，比较喜欢吃。这上面就长了一朵了。是净水器，是。它净水器是买到家里去的。谢谢叶总的礼物哈，我是不是谢过了？谢谢你3岁的福袋。你好，我感觉你好。我，你管我？我就是想买净水器，不行吗？有什么问题吗？啊？看来大家比较喜欢小白裙嘛。我是拿了陈千南的一个那个钉子，不夹在耳朵，我买回家的，夹在耳朵上的一个夹耳夹，买一下那种过滤一下的净水器，是吧？都不能出街了，没关系，什么事都要让你明白，真的是，我把我身份证号都报给你明白一下。你知道吗？你明白吗？你能知道吗？好漂亮，什么意思？这句话好像不哪里呀、啊？没有啊。能。我说我又怎么就是？就是就票，谢谢。怎么就行了？就是净水器会滤水的。定个闹钟，没事啊，我现在就是抬头一看就看到了，现在是11:50，但是我的 iPad 不小心点了更新，它现在是这样。快了，还有这么长一段，不知道10分钟能不能更新完。我10分钟应该能更新完。谢谢平原的一票。这个东西属于陈年旧年。谢谢苏斯沃夫同志的酒票。我们舞蹈老师也挺甜的，他本来就很甜。之前沈阳的舞蹈老师。谢谢好大一只的酒票。我还和他合过照呢，是粉丝出的返图里面，我靠在他的肩上。谢谢出兔的一票。因为零点到一点买会有什么？他会送你3年的保修。香港脚脱皮，你问我，我怎么知道？所以18号是最那个的，最划算，就是今天晚上0点是18号。好大一只的酒票。最划算的。你干啥？我要平原的一票。对啊，但是我就想做第一个。哦，一年换一次啊，一年换一次就行了。女生啊，还是得有一些小小的东西点缀一下比较好看，是吧？谢谢胡桃姐的门票。就是要卡零点，怎么那么怪啊？感觉今天。看来我以前都太不点缀我自己了。我太不点缀自己了。我。抢自己热瓶没有很大的热情，没有耳洞的，就顺手一抢，就是一没有办法。好怕痛，好吧，还怕痛人。谢谢3000张的一票，谢谢3000张的酒票。但其实耳朵上对啊，再过9分钟就是618了，是吧？你们看我两边脸整的不一样。我发现虽然吧说了微博 KPI， 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大家，是吧？大家好像也没有什么，就是。非常努力的去实习。哪边好看一点？这边。
是吧？让我觉得别人发的很勤快，没有吗？没有吧？我这每天又不是不上微博的 呀，我看我首页也没有几个人发。在这玩这一线摸到了猫的鼻子。谢谢楚楚的一票。是脸型就不一样。不知道这是第一个月，不知道会不会扣钱。夹子的那种耳坠夹的耳朵特别疼。这边是左鸟，这边是右鸟，但月亮是右鸟。对，扣钱就积极了。我觉得这边好看。谢谢伸出援手的一票。嗯，是吧？就是这边好看，是吧？还有13天呢，一天发一条就够了。等会儿我去转发一下，今天去转发一下那个什么航天，谢谢雨天不营业的一票，转发一下我们我国的航空事业。能。这边好看，那边可爱，什么个意思啊？这边是是哪边？对，神舟12号。差很多。谢谢钟如烟的一票。左边，这边是左边。是航天。航天航空，航空航天一样的呀。没类似的这边好看，因为这边就是轮廓会强一点。那也没办法。因为这边的轮廓会强一点。今晚没有。然后没有类似的这边。一般只有出门才会自拍。因为这边的轮廓没有这边轮廓强。这种坐车直接回来的就不会拍，懂不？谢谢小西瓜的9票。嗯，月亮这边花吗？这边不是吧？哦，航天是飞船，航空是飞机。好的。怎么回事？你是老师吗？你怎么这么爱教别人？我只适合侧脸杀。谢谢伸出援手的。侧脸比较好看。18票。谢谢伸出援手。左边。什么鬼啊？我们宿舍拍照，也不好看吧？谢谢伸出援手的一票。这是左边。是啊，我就觉得侧边比较侧脸。更新完了，正脸不太行。耶，看来我可以在12点钟的时候准时的。是吧？侧脸比较好看。谢谢文心哥的9票。两边怎么回事？谁说的谁来啊？就你了。截图了，谁说的谁来？正脸不太行啊，正脸不太行。谢谢绝不瞎磕的磕磕的9票。谢谢好想睡午觉的99根圆棒。真的，你们不觉得正脸不太行？那也太敷衍了，那还不如不发呢，好吧？那还不如扣钱呢。大脸。谢谢伸出援手的幺蜗子。谢谢伸出援手的幺蜗子。幺蜗子是蜗子吗？幺蜗子。你管我？我喜欢怎么说就怎么说。我不太行，我每次是在说幺蜗子，幺蜗子。谢谢旭的9票，我没有管你，我是在为你思考讨论这个话题。幺蛾子啊，他就是幺蛾子啊，蛾子你们。远了会因为透视的关系。是为了让我们冲明星势力榜的，冲这个明星势力榜会什么？会怎么样？明星势力榜是什么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对，那天严总开会的时候还说要数据，要数据，要看数据。他说你们都可以相互评论，相互转发数据，转发也算一条微博，反正说要数据。我们这个级别还不要搬家吧？谢谢你的绿豆糕。是吧？为啥要搞明星势力榜？你在干啥？谢谢你爱的9票。你干嘛？把微博完成了口袋。你给我，把它给我。谢谢 EA 的9票。哎呦哎呦！谢谢星星沐雨的福袋，哎，要做数据。一直在做数据啊，微博太可怕了。那这样子每天得在微博，在口袋上又要发那么多言，在微博上又要发那么多言。谢谢哀伤的风一个福袋，谢谢哦，谢谢没事偷着乐的一个皇冠，谢谢来戴上戴上来。啥时候？不能戴上，不能戴上，怎么还没出来？以前的合影库存，去年那都是去年了，今年是今年。哎呦，刚刚好，好配好配，快快快快截图，做数据了呀，哎，不是都做了吗？谢谢你。哪里没做数据？为什么我今天的眼睛看起来这么小啊？谢谢那个。对吧？我感觉今天没有昨天好看。谢谢，谢谢那个，谢谢那个，谢谢
爱上了风的福袋，谢谢还有小落寞的一朵。是吧？你们觉得呢？比心，还有谢谢刚刚的皇冠，谢谢。没有，我感觉今天没有昨天好看。谢谢变成那只狗狗就好了的。1:57了。11:57了。准备好，你快。我要先登录一下，登录一下我的淘宝。弄丢了。不能被我抱完走之后，他现在在疯狂的清洗自己。这个拆了。你们要抢东西吗？我没有要发微博，我要抢东西。你现在6:18都没有到准点抢东西了，好像。我要抢东西。好像已经就是，他预售的那些东西都已经先预售过了。你接的扑通好伤感，从6:26开始的是吧？从6:26开始的。都提前便宜了多少我也不知道，便宜了几千吧。为什么？哎，我穿都是我自己的，好吧。你去问我，你给4:18搞个建议，你说怎么别人淘宝就过节，我们8:18就不过节了，对吧？你跟他说，希望我们也可以跟这个习俗一起，看人家淘宝，打半折是吗？看人家淘宝现在做的多大多强。5月底就有了，我知道。把小羊打开盖盖子，有点暖和。晚上好。我发现年龄大了，膝盖不大行。真的吗？1499，我也心动了。什么1499？他说自动猫车猫厕。啊，这个我其实心动很久了，我一直准备买一个自动的猫厕所的。但是其实小配件还是得好，小配件很不错哎。等我这个先把净水器买了之后再看。票自动猫厕，谢谢双马尾的一票，还有1分钟啊，还有1分钟，我的淘宝还没有下完，哦、算了。算了算了算了，是吧是吧，要不要买个自动猫厕所？谢谢居神尊的一票，谢谢谢。无了，抢不到了，只能这样了，友友们，只能我这个。自动猫厕所就不用踩。先退出一下。手机先退出一下。不然就很完蛋，并且你要就是抢之后，他的那个垃圾袋。只能手机先退出一下了。拎出来丢掉。我要先退出一下了，友友们，我要去抢净水器去。就是大小猫的话不见。
好，我来了，刘友奔。哎呦，你别记错地址了。没有啊，没记错。抢到啊，不用抢，直接买就行了。谢谢。好心疼啊，救命。丸子也不中。对啊，直接买就行。心好痛。哭了哭了哭了。哭了哭了哭了。什么叫看来没什么压力啊，就直接购买就行了呀。他今天就这不是抢的，这六幺八已经过那个抢的时候了。他只是零点到一点买的话会送你一个烤面包，烤面包面包机。哎呦，心动了，我快，我现在下播去逛淘宝。不是买那个滤水，来叫什么来，饮水机，直饮机。好贵啊，好贵啊，游泳门好贵，哭了。多少？没有，它应该是十二点、嗯。就很贵啊！你们知道直饮机都贵。对，因为吧，每次我回家的时候想要喝水，我妈妈她都这个让我自己去烧。刚需啊，肯定是刚需。但其实不着急。我觉得是刚需。对，热水。对啊，买回家。六幺八抢到了98元的5G 手机，你抢到了？你们家水龙头直接能放直饮水？你们家水龙头能加热吗？他家吃早饭呀，家里人吃早饭呀。7000多吧，好像很便宜的，因为它这个吧原价11000，然后六幺八打4000的折，只要7000多。还是蛮贵的，七千多。但是是那个呀，是家具。买什么？直饮机。啊、直饮机，爸，谢谢打开爸的一票。喂。没有啊，那我就这个是。好好，谢谢。我买的又不是我自己用的，我只是为了让我这个我这个叫什么？为了就是，对啊。外卖来了。为了让我爸我妈以后生活品质提高一点，不要老是自己烧水了。去拿碗。自己烧水很累。我手机放这里吧。对，还给我妈妈买了个洗碗机，嗯，好贵呀，我哭了。手机放这里了。对。不懂才不懂。我自己这样要哭了，我真的要哭了。你感动什么呀？又不是买给你的。对，因为我总觉得，哎。好无语，我怎么不要说了，我好别说了。有啊，现在还没有买，因为玩玩他不要抢，是直接买就行了。我给他看中了猫爬架，他即将是一个和别人一样。哎，你怎么还偷偷看我直播啊，周旭宇？发呆了，突然。怎么回事？谢谢。好无语啊你！你能不能开直播啊？观演结束你不开直播，你在这里偷偷看我直播是吧？发呆了。哎呀。真的是。放空自己了，开始。周诗雨粉丝，周诗雨粉丝，周诗雨粉丝，快点催周诗雨开直播！周诗雨的粉丝，快点催周诗雨开直播，让他不要在这里偷窥我。我刚才干嘛？人傻掉了。我们没东西吃。哼，行吧，他在充电，他可以边充电边开直播。周诗雨的粉丝周诗雨可以边充电边开直播，他现在就是不想开直播，你们快点让他开直播。好，我怪我什么事，我又不看他直播，我现在在直播我能看到他直播吗？看不了。快点，他肯定已经去下一个直播间了，快点跟上吧，周诗雨的粉丝们跟上，是吧，快点跟上。还没有去，那你不讲话，真的是。我打开了我的那个叫什么来着？真无语。我在干嘛？真无语，真无语。我打开了我的淘宝。好，快走吧。看吧。你不要再看我了，快走吧，你烦人呢。一心不可二用，就不知道人家干什么了。真的是，对，快点快点，周诗雨的粉丝快点追。催周水看直快直播，快快快！为什么要打开淘宝呢？我没有。哦，好好，去拿外卖，等一下，我去拿外卖先。烦死了，周水你能不能开直播？人傻掉了，真的是。
周深，你能不能自己去开直播去？我打开淘宝了，我去拿外卖了。你们的什么时候到啊，白星宇？不知道。我去拿外卖了，不管你们了，我自己吃了行。开直播去吧。好饿呀！我电手机开着电开着呢。好的。哎。无语。谁呀、啊？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！没有人想要挽留你，快走！快走，快走，搞快点！哈哈哈哈！有这么好笑吗？哼！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！真。你在这干啥呢你？你自己赶紧开直播吧你！不说话你偷偷看我，你在干啥？你好烦啊！走了，再见，周深粉丝再见，赶紧去看他直播吧。我没有，我这个很正常啊，好吧，人很正常。人很正常。没有，我有吗？我这个绿色的头发，你说我妹，真的假的？不过我这个绿色的头发太掉色了，你们看，它变成黄绿黄绿的了，它已经变成了黄绿色，再洗一洗，它就变成了白色。不补啊，这怎么补？这个只有几根，难道把几根挑出来补吗？我没有。灯下面看是荧光绿，真的假的？一开始的绿才是荧光绿，现在不是的。我刚刚说，我也没有，好吧，我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。杨过变成白色就变成杨过了，笑死了。对啊，白色的头发不就是杨过了吗？哼，好难听啊，白过好难听啊。对，刘书贤那个头发真的是从红色已经褪成了橘黄色。不用啊，我只要有挂耳懒就行了。哎，杨过真的是走在时尚的前端啊、哦！这么长时，这么他很超前，很超前，他这么超前，他就去染了一个挂耳懒，对吧？而且还是白色的，很时尚哎，真的很时尚，走在时尚的前端。谢谢硕帽的一票。好冷啊，算了，遥控器太远，不想拿。是的，是冒泡在跑酷。对啊，我今天是自己化眼妆，自己化，今天妆好差，今天妆化好烂。不好看，叫啥呢？嗯，就是太重了。你干啥？你叫啥？你叫啥？你在叫啥？啊？啊？你找不着迷，你大晚上在那叫。哪有这么明显？看谁呀？你们俩都在门口守着我呢。猫婆在那叫他好朋友吧，应该。朋友。不知道他在叫啥。他在想我。谢谢小圈的一票。嗯，白星宇好凶，怎么了？是吧，自己家的猫在叫你，那你猫，你自己家的猫听到这个声音，它会的吗？它会过来吗？因为我这个白衣服有点，哪有，白星宇好甜，好吧，有点危险。终于扎个肚兜在胸前怎么样？他在胸冒泡哦。谁一直给我发微信消息？等一下我看看哈。
在追逐吧，不知道，可能在玩儿。他们点了啥？烤串儿呀，手机没电了。他们在玩儿，少女们之间的追逐。少女们之间的游戏，你们不了解了吧？对。你们都是肉啊，我就吃肉啊，我不吃菜的。啊，有一串韭菜，两串，吃韭菜。找这个接着。今天谁生日啊？是吗？我想拿筷子吃。你自己去拿。我好不容易披上了毯子，不能再动它了。好远好远。要不我下播怎么样？下播吃东西去了。对啊，吃个抱枕是金月啊。鸡翅啊，我太饿了。我点的全是肉，因为很多的吃肉人。牛油。我不在我后面。是吗？不会越看越饿吗？妈，给你吃烤韭菜。哦呦，我吃东西很香的。你们也点外卖，好吧。大家一起吃。张姨邀请我连麦，拒绝他。你们去问一下他什么事。啊，来外卖吧。谁输了谁拿外卖。哼。因为一连麦画质就变差了。并会有很多弊端。哎呀，帮我去问问嘛，问问张姨什么事嘛。这个是牛油。他在黏我，那你黏吧，我不要。那你也拒绝他，他会伤心的吧。那你就黏，不能让女孩子伤心。那你就黏他。干嘛？乐乐，怎么啦？你在房间吗？在呀。韩家乐在房间吗？在啊。啊，不是韩家乐在房间吗？百姓在房间吗？旁边的百姓为什么不接我的连麦？因为他说想让大家问一下你是什么事儿。怎么你不知道是什么事儿吗？外卖到了。对啊，我刚拿完。白子去拿。栗子去拿。白子去拿。栗子去拿。白子去拿。栗子去拿。好，好，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？为什么要和我连麦呢？因为他不接我连麦，他知道我干什么。我知道你要干什么，我说肯定是外卖到了，然后他们就。啊、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你们点了外卖啊，我的刚到，刚拿上来。这样吧，乐乐去。好吧。我现在吃的很快乐。那我要跟百姓连麦，让他别拒绝我。你去。哎呀，你直接过来，你直接来我们房间嘛。好，可以，我来了。好，拜拜。结束了本次连麦。我好像那个石天仔，然后就你来。然后国语的。我就是预言家，我是上帝，我有上帝视野。音质变差了、啊，这个音质还会变差吗？
上帝。玩什么游戏？论连麦是镜面，换连麦不是镜面。玩什么游戏？对。简单一点，跑步。好。等一下，我把这个。赐予我力量。好，是。快点赐予我力量，兄弟们。等一下，我的网连断了。你们完了，我待会儿吃完东西。323。待会儿吃完东西，妆就没了。不会想拍照。网、赐予我力量。我要赢。你出什么？你告诉我你出什么？我出石头。我出剪刀。现在怎么拍啊？手机在直播。石头剪刀布。你们的外卖快到了，一起去拿。我不知道呀。我拿我，啊！你们赌白白赢，但是他输了哟。他们赌我赢，那我们再来三局两胜吧。为了尊重他们的意愿。我不。我要去拿外卖了，我放着。你们看床吧。好好好。看冒泡。这么快就输了，石头冒泡待播，冒泡。石头剪刀快去待播。很传统的游戏。冒泡吸粉的车到了，快去待播。错过了精彩的 battle 场面，没错，你们错过了。我们三就石头剪刀布，很简单。谢谢咖啡和羊和绿茶投的一票，谁赢了？我赢了，我赢了。事情的过程是这样的，是我把百姓手机移了一下，对着冒泡了。他说他石头剪刀布，他要出我出石头，然后他说他出剪刀，谢谢母牛送的一票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说他肯定不会按，哎呦不行，按他说的不会这么去老实的，结果他输了。哎呀，他输了，被我吓走了，我出了剪刀。嗯，猫猫，这种人肯定没这么老实的。坐下，就在这待着好吧。等会儿问聪明，爸爸就在这待着。哼哼，哎呀，我不和你玩了啊。你打赌了吗？打赌输的人可以把你们赌注的送上来了。乐乐，这是什么？头发放下面好不好？我们等一下吃东西。好。这个好像我们房间那个。应该就是你们的。谢谢魔灵的一票。怎么这样子啊？还是我拿过来的？应该是你拿过来的。快看，这可爱吗？嗯，好吃，我太快乐了。谢谢 VV 什么的，投的99票，一二三，300。他的网比我的网快吧？一二三，我网比较慢。390。嗯，这个是掌中宝。396票。耶、yeah, ，谢谢 VV 什么的，掌中宝396票，谢谢。原来是一个网，我这水数学水平很好，很棒，很优秀，优异。然后刚吃的那个小的是牛油。我吃龙虾了。你怎么打？投的九票。为什么把这拿这个卸妆水没有盖子、啊？这是我的，他从我房间拿的。没有盖子、啊。对。396+9300。嗯，真好吃。305票。396+18有400。我感觉我现在穿的衣服有点异域风格呢，没有。414票。谢谢，小橘子皮的票。414票。然后脑袋上还叠了一朵白花，好好笑。投票都是。待会百姓宇来的时候，让百姓宇去拿。求求各位了，求求了。
现在你看，我为了东西不掉在我的白色的裙子上。哇，你们这灯光好漂亮，谢谢比我的房间还要亮。谢谢小蘑菇的一票。因为它这个灯光不能太强，太强了就不好看了。谢谢瑜伽同学坐票。啊，对了，口袋真的烦，他为难我们这种小偶像啊。嗯。你看，这种关，郁金香这种关，你看投个一百票，拿一凑整，谢谢。好天气的一票。很聪明。聪明的人啊。嗯。你点的那个嘉兴路海伦是什么意思啊？嘉兴路不就是我们那个剧场？对啊，条路。嘉兴路海伦是什么意思？海伦路啊，嘉兴路海伦路啊，海伦路也是。谢谢阿宇的。我把这个桌子收拾一下。嗯。放到下面去。哎，你吵啥呢？在这儿，放这吧。哇哦，哎，我想。谢谢。谢谢阿花花，谢谢个性鲜明的酒。我来了，哎，讲真的，感谢雨，好尴尬，我刚刚在电梯里唱歌，一开门，两个小后辈我不认识，他们给我鞠躬，前辈好。我刚想趁你坐下之前拿纸出来。嗯，我已经坐下了。那你怎么，你有本事不插手？我们戴手套啊。来，吃饭了，干，你看你擦不擦嘴巴？我不要在地毯上开。啊，地毯会弄脏，我们放到上面来嘛。后点了冰镇小龙虾，对，现在后围都16区了。我最爱的冰镇小龙虾。冰镇小龙虾。16区了。让庆文来吃吧。谁啊？庆文说他想吃。他在哪儿啊？他在他房间啊。有没有好心人给我包一个，我就不戴手套了。小心。我觉得好心人很多，肯定会有。哎呀，有钱，下十个去。地毯不会阵亡的，先开一盒嘛，你非要两盒全开了干啥？好节俭的女孩。不是，是因为上面那个地放不下。我们点了龙虾，来不来吃？哎呀妈呀！哎呦，冰镇的。他不喜欢吃冰镇的。他不喜欢吃冰镇的。香辣。对。嗯。干啥？什么？不是啊，在那个百旭房间。啊？康娜不在。帮我那个一下，帮我搓一下。搓一下他，搓你搓就行了，你还要拿过去搓。听不见，不吃啊？好吧，那不吃，拜拜。我们咬不下来给你。拜拜。拜拜。那你就不吃了，我们独享了，独享美味。先把这个放在下面吧，这个袋子。烧烤不错。我们独享美味了。玉香山。哎呀，反正开一点，辣一点。蹲在哪儿啊？你就说他好乖啊！看见他吗？你就说他乖，我怎么没看见？在那呢。这镜头里有他吗？没有啊。能看到他一个屁股吧。我开动了。我也开动了。哈，友友们。谢谢同学。冰镇龙虾。里面放芥末了吗？没有芥末吧？这虾味有芥末。会有芥末的，要放芥末的。给你们吃虾。你们那个外卖袋里面有芥末吗？没有，他可能放进去了。我看到里面有芥末。这里面没有芥末，没有啊，是酱油。嗯，移走了，我就不给你看。好好吃。这儿该干了，你干哪里啊？谢谢小凯本人的票。你也点了吗？你看栗子就有眼光，栗子就没有。什么？没戴手套。我没戴手套。你咋不戴手套啊？哎呀，总归会破的。不会的，我戴了两个，每个时候我都戴了两个。你不把虾线拔掉？哎呀，烦呢！虾线怎么要拔掉？我也想吃。要拔的，虾线是龙虾的肠子，它都上厕所。我也想吃，我也想吃。我不想戴手套。啊，饿了啊！我点的时候问他，我说你吃不吃？他说不想。我点了烧烤。烧烤。看你们吃，当然想吃。然后我说好，那我等我们来了就特别吃。好看。那垫纸。我感觉这个不新鲜，那给你一个。你总是要拿手抓的。
谢谢白星宇的一个虾。不客气。哎呀。好大的小龙虾，也大吧，还好。怎么剥龙虾的？怎么还举在这里给你剥是吧？现在在别的房间玩。给你看怎么剥龙虾的。得一票，哦，好危险。哎，那个黄色的是什么？醋吧，应该是。就这样正常剥龙虾。不是这样，龙虾就这样剥。两个手套很方便啊。在脚上。小心一点哦。没有芥末，我不开心了。哦，这个里面有芥末。啊，是吧？完全化了，完全化了。就是冰镇龙虾，就是要有芥末。给你们看虾线，怎么样？很完整的一个虾线。你今天晚上用了很亮的应援棒。说实话，这么看到，我感觉在我眼里应援棒都差不多亮。是吧？里面有芥末。嗯。滴在我脚上了，滴在袜子上了。没事。我觉得这个没有我们上次吃的那好吃。哪个？这个。上次这不新鲜。是不是因为太晚了？你们上次在哪吃的？我也不记得了，是一堂吗？嗯。就是白袜子。一堂的好吃一些。我不能很快的剥龙虾。我吃不出来新不新鲜，说实话。啊。张姨，你吃几个啦？一二三。他说我剥虾线的话，可能你吃五个，我才吃一个。你也没有这么快吗？一个虾线，一个虾线能搞多久？对，我告诉你，你这样子的话，我肯定不快很多。你看这边已经很脏了，都不知道怎么弄了。但是你想想，他不剥虾线的话，他就得把他得把龙虾的排泄物吃到肚子里。啊。太好了，李子。没事。哎呀，不干不净吃了没病。俗话说得好，不干不净吃了没病。我的妈妈告诉我。给你看这个虾线有多脏。黑的。没有，不是黑的，是白的。是黑的。嗯哼。开始拌上饭了。看。啊。对。我点了烧烤，然后百姓宇和栗子点了龙虾，是吧？好吃，好吃，好好吃。嗯，我比较喜欢吃小龙虾，而且我觉得蒸虾和这种就是冰镇的我都很喜欢吃。嗯，我不喜欢吃那种有味道的，我就喜欢吃冰镇的，而且我觉得这个冰镇的就是、嗯、蒸虾就是没有味道的。对啊，蒸虾是没有味道的。哦，那这样子的话可以吃虾的原汁原味。嗯。什么好斯文呢、啊、去煮面了、啊、这很贵，因为我感觉今天都快成了吃播，但是现在还没到月末，还可以吃得起。嗯嗯，是还没到月末。怎么了？别说了，这是我吃播好吗？哪里好的？这个月吃的最贵的一顿了。我跟你说，找个龙虾，他要是有那个龙虾黄，它是你要把那个虾黄剥在里面才是最好吃的。你不剥你对嗯都很浪费，因为它这个就是那个虾黄好吃。像佛祖，你说我像佛祖不是吧？那倒也没有。饿了就点外卖呀，反正你们到现在也没睡嘛，对吧？外卖到了，说不定我直播还没有关呢。哦，这个有虾黄哎，点啊，点外卖，饿了就点啊。夏天能够不吃小龙虾？这个外卖是啥店名？哪个外卖？你说龙虾还是说烧烤？这好像不是连锁店哎。是吗？嗯。这不是连锁店、啊。嗯、我也不知道他们点的是哪一家。也没有非常有讲究吧。你点的没到啊？自己都说。我点的都到了。对。自己动。动手自己给自己包，我的虾黄没吃到啊。好好，对海鲜过敏。龙虾是海鲜吗？龙虾是河。龙虾是养殖的，是养在河里面的，不是养在海里面的。对呀、啊、它是河里面的呀，怎么会？对，我包虾线了。龙虾它是养殖的。哇，你点
乐乐吃的好完整啊，天哪，弄得好完整。对啊，你要把它的壳壳摘掉。是小怎么弄的呀？对，哦，弄得好恶心啊。嗯，我感觉我弄得很恶心。不错，又没有吃到很多肉。对啊，也有人河鲜过敏啊。河鲜过敏那也太惨了吧。那真的很惨，又海鲜又不能吃，河鲜又不能吃。那你不是不能吃鱼吗？那你的人生还剩下什么？那你不是好吃，皮皮虾也好吃。那他不是不能吃鱼吗？皮皮虾也超好吃。哎，对，有些人是对鱼过敏。哎，我是不喜欢吃鱼，我没有对过敏。我喜欢，我喜欢吃鱼。我对鱼很麻烦，因为我小时候被卡过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被鱼卡过。鱼刺卡过。皮皮虾的壳确实太难搞了，但是皮皮虾好吃。去医院了。都去医院了，那个一般不喜欢吃鱼的人都是因为小时候对鱼有阴影。对，就有阴影，被卡过就心里很有阴影。皮皮虾很好吃的。一回头，吃了一口水鱼，在医院躺了三天，怎么会这样？皮皮虾是不好咬动，皮皮虾会扎手。皮皮虾我们走。哎，皮皮虾很扎手。啊，我很喜欢吃皮皮虾。但是很好吃啊。对，皮皮虾真的好好吃啊。我也喜欢吃皮皮虾，我想吃海鲜了，完蛋。啊，是不是快到吃螃蟹的季节了？那我偷偷吃好吧。啊，螃蟹的季节。吃螃蟹哦。是九月份吧。我偷偷吃，好吧。不知道。好想吃螃蟹呀！又到了想吃螃蟹的季节。螃蟹得到九月份吧，秋天嘞。六月黄，他们说。六月黄是不是那种很小的？不知道。包了一个虾。谢谢大家介绍的秋天的奶茶呀。嗯。哼。嘿嘿。好啦，放心吧，我已经安慰过他了。辣的和清淡的我都可以。他只是心情不好吧。谁心情不好？对，九月。哦，才会。山妹妹很搞笑。也没有很搞笑，虽然很惨，但我还是很想笑。他咋了？他说他拍了一组非常丑的照片，他把那个图片发给我，我就笑了，就真的很疑惑的造型。你不应该笑，你笑了就更难受了。嗯，你要憋住。但是很好笑。你要控制住你自己。那不行，怪不得三妹，那很好笑。谢谢好天气的陪伴。九熊，你是加辣吗？啊，九雌十熊，九月吃是很小心的，不会吃到白衣服的吧？它是那种上海有龙虾，啊，不是什么上海？是上海有螃蟹吃吗？当然有啊，上海螃蟹很有名的。我说上海，我们中心。我们中心啊，好像没有哎。哎，好像没有哎。去年中秋节我在上海吗？不在，好像。有吗？这里头很贵的。不会的。中秋节为什么不在上海？不要立 flag。再见一下，哎，同学。不要立 flag。唱首歌，投了票。什么？我喜欢吃蟹黄。没有买成。对了，昨天谁赢了？我喜欢吃蟹膏。对，母的才有黄。威尔士，我说的是威尔士吗？把这个，这放哪儿？这直接斜上来吧。我先吃，我先吃这块。嚯，我真牛，我是神算，大家要跟着我买好吧？我现在已经不是那种买什么什么对家都赢了，我现在是，已经是可以神算了，好吧？公螃蟹、母螃蟹我还是认识的，小时候经常抓螃蟹啊，不要小看。大家都跟着我买，友友们。你都不懂球的，你这人有啥好跟着你买的？懂球的人也不一定能买对啊，这个场外状况很多的，好吧？那有的时候就是看那种大势。谁说的？这很多爆冷门的，很多人都不会分公母。哈，不会分就是那些的公母。不行吗？我就喜欢那种厉害的。啊，我七千万还没中呢。晚安，友友们。吃完蟹我也睡觉了。没有公母，你要看它下面的那个，就是螃蟹底下的那个身体结构就行了。
不是看它这，但是一般正常来讲，就是钳子上长毛比较多的，确实就是公的啊、哦，这样也有一定的道理。对，只是少。对，要看它的肚脐，要看它的肚。什么外卖到现在还没到？我这已经吃完了都。可以举报了，举报这个外卖的。我没99票就怪百姓，为啥？怪我干啥？好像说要跟你买球，买输了你赔不赔他问。我又没让你给我买球，你买输了怪我屁事。嗯，他就好凶啊。听到没？听到没？费劲，但是我就不一定所有做的都好吃，但我觉得就这个做法应该不会难吃到哪儿去。我没报 idea。龙虾真的好难剥啊，哎。有没有人就是可以专业来剥龙虾？对，以后吃龙虾店我都有那种专业剥龙虾的那种龙虾师，好不好？龙虾师，这都叫龙虾师了。一个月可以赚好多钱。聘请。那我去了，我给你剥虾，一个月给我多少钱？这样吧，你今天给我剥，我给你50块钱，好吧？50块钱看不上，我给啊，50块钱多少？这都多了。嗯，那你先把龙虾钱给我。哎，给你、啊。那你加50块钱行不行？我给你剥，马上、我自己剥好了。这个龙虾是死龙虾，你看。它沉默了。它是直着的，这就是死龙虾。兄弟们，它沉默了。我说这龙虾就感觉不新鲜。但还是好吃的啊、哦。虽然我吃不出来新不新鲜。哇，这服务员好好啊。龙虾还是。怎么是很眼馋这50块钱是吗？吃。现在在吃龙虾呢，对，把大家挑虾线算了，不给他剥了，喜欢吃螃蟹我伺候不了。正常人吃龙虾都挑虾线，你问一下。对啊，我也挑虾线。怎么挑啊？你怎么不挑虾线呢？好脏啊！虾线是他粑粑耶。是哪里？就是尾巴后面那里撕开一点点。我都吃完了好多了，你们才说。那现在你挑不挑也没有意义了呀，你都吃了这么多了。啊、吃的。说实话，我真不知道在哪里挑。真挑虾线？我才认真的找他的。吃龙虾真的要挑虾线的？没有啊，你看，兄弟们，我不相信，在我直播间的朋友们告诉我，你们吃龙虾，你们挑虾线吗？他们肯定都挑。挑吗？不挑，5条，只有一个人挑。那他们就是为了故意为了安慰你。为什么不挑虾线？为了方便吗？我是救了下也挑虾线。当然挑。龙虾很难挑，对，我觉得没必要。你记得这个。饭店的都没挑，掉到地上了，百姓鱼。对，他记得地下上一滴。哇，快擦擦！哎呀，我都没有纸擦。你就拿那化妆棉擦吧。你看，更擦越擦越多了，擦不掉。但是这个要拿湿巾擦。几乎不吃小龙虾，吃小龙虾真的很累。不黑的虾线我也挑。这小龙虾真的很好吃。夏天要是有小龙虾，再配一个冰的饮料。之前在食堂的基围虾有虾线，我就不太想吃了。这很快乐，这很快乐。真的假的？长沙的小龙虾都是去虾线的。白衣服，没关系了啦，这衣服。脏了还可以洗呢，我又不是什么小宝宝，怎么会弄到白的衣服呢？真的假的？哇，这个虾的钳子也太大了吧！对啊，所以不吃感觉好浪费、啊。你没吃钳子，我都吃了。啊，我没吃钳子。你好浪费哦。我吃小龙虾从来不吃钳子，就钳子再大我也不吃小啊，钳子里面也很多肉的。武汉也是，我给啊，我想立马去武汉生活，去长沙生活，因为他们说他们那里的小龙虾。商家都会直接给挑虾线的，真的这么好？对，真好。怎么可能？我不相信，只有上海不挑虾线是吧？你们这说的好像全国各地都挑虾线是吧？不会，我只有手上一手的虾味。这叫什么？
一个没认识，对不起，谢谢你的一票。饭店的不知道啊，挑不挑啊？反正我吃小龙虾也从来不挑虾线。我小时候被车撞过，对啊，你们不知道吗？我小时候被车撞过，住了好久医院的。我也被车撞过。谢谢严卷细雨的一。但我那个被车撞过，就感觉一场梦一样。是吗？我都就是没有记忆。我也被车撞过。怎么被撞的？然后那个人带我去医院做了个检查，赔了50块钱。50块钱，你也太廉价了。那个时候50块钱很贵的。不是啊，重点是你肯定要检查身体。我是被那种，其实把尾巴一摘就能抽出来，但是有的不好。我是被那种三轮车撞的。啊。我当时在那里过马路。三轮车还好，应该不是特别。三轮车还好啦。不是被轿车撞的。我也是。然后我就被那个三轮车压在了车下。我书包里的文具盒都压瘪了。小学的时候。三轮车。就是那种电车，就是什么电车库，我当时说电车，电动三轮车，我不知道，还好没有严重，就是文具盒被压扁了，那个文具盒是我最喜欢的文具盒。拿的钱，电我好丑啊，我不知道多少钱。干嘛？是我最喜欢的公主，迪士尼公主文具盒。你在干嘛？我在吃龙虾。啊，你龙虾吃？嗯。本来人不有这么好吃的东西，你居然不叫我？白星和栗子点的。算了，他俩确实不够吃，两个大胃王。不是人可以很聪明，这个人很聪明，没有什么。来来来，也不是那个车撞车导致我人变笨了。是不是不是，本来我就很聪明，好吗？冰镇龙虾对，先绕进去了。50块钱，那个时候文具盒只要几块钱。好，我给你留一个。我不吃了，留点。哎，惨淡了，你快说你是怎么被车撞的？我吃完了。为啥？有没有湿巾纸啊？你们房间有。我们就突然聊到被车撞这个事情，我就想到你那个。快一说。我被。我觉得我拿不到。你俩。上海的龙虾贵。肥子。烧烤还是你有烧烤？我有烧烤。因为我跟栗子点的这一份龙虾，它要200多。但是有两盒耶，两盒200多耶，一样啊，要这个钱。确实蛮多的，是啊，但是它是不新鲜的龙虾，我还是觉得蛮贵。谢谢三岁的一元棒，我要说什么来着，忘记了。韩家乐，快说。因为我就看到一个小车朝我开过来，然后我就不省人事，等我醒来的时候，我就在地上了。你看，对，不新鲜。你说什么？你是先晕的还是先被撞的？啊，手上面一股虾味，龙虾味，无语。我是看到那个车过来了，然后我就不省人事了。他就是没，他就看到车过来之后他就晕了，他什么都忘了。因为看到车很快开过来，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你已经被撞了呀。对，等车反应过来他就被撞了。对，撞飞了。车反应过来，他反应过来他就被撞了。5、6岁的样子吧，5、6岁，4、5、6岁的样子。嗯。哇，4、5、6岁的时候。竟然记得4、5、6岁的时候，很均匀。嗯，上海真的贵。这人生大事啊，当然得知道啊。感谢你的采访。为什么要带小桃花？好，拜拜拜拜。放你们。我在吃东西，没有时间和你聊天。好像是我上次来玩，来玩的时候放在这儿的吧。你快挂掉，我没手挂。我说可能我们房间有一个小桃，我不知道是谁的。好的，结束了。这个房间是很漂亮的民宿，因为它装修很漂亮。司机给后面司机去医院看我们，给我和表妹带了一包。还在看我直播的人啊，真的是找罪受是吧？这个大夜里的，对，我在非常认真吃饭。对啊，为什么还会想看我们直播啊？看我们直播干饭。我在非常认真的干饭。他房间没有灯，就是没有灯的昏暗环境。没有有灯的，但是把它关暗了，因为你把它打开的话，顶灯就是死亡。我发现我们房间那个灯不好，没有骨折，但是我毁容了。太亮了。点外卖了吗？你们？我被撞毁容了。你们点外卖了吗？你们到哪儿得的消息就？我天啊，好有意志力呀！啊。叫妈，叫妈，叫妈。对啊，这是毁容后的样子。好有意志力。因为我是脸着地、啊、可是我已经点了，不能浪费粮食。你可以点其他的外卖，难道你看我吃龙虾不香吗？
是吧？是说是直播灯还是？对吧？你可以点其他的外卖，你们真的好有意志力，我好佩服。真的，友友们，我好佩服。就点着地，怎么还没到？就在地上驮了很远。可是看着我吃不香吗？手臂上和脸这边，看着我吃，脚都掉皮了，难道不香吗？几点下播？嗯，再说吧，看情况。反正我现在还没吃完龙虾呢。当时以为我很严重，因为我是头先着地嘛，脸先着地嘛。我就去检查，拍了很多片，就发现我只是单纯的擦掉皮了。他们可能正在就是下河捕龙虾的状态。一整个大无鱼事件。对啊，就真的驮了很远。对。塞进嘴里的动作难道不香吗？然后当时给我买那种药膏，你看我那会儿，那会儿钱还很值钱，就只有小拇指这么大点的药膏，好像是要好几十块，就还好掉，就很贵。你对这个吃的香好有那个呀，好有这个要求，要求好高。哎，我们明天要不要排练？不要，后天排。我还能知道叫什么药，那还说什么，我都是神童了。十块钱一个，什么十块钱？龙虾吗？这没算过。小时候恢复能力好。我没办法算这个龙虾到底多少钱呢，因为不知道一盒里面多少个。魔性头像。其实龙虾，其实冰镇龙虾一点都不香的。它是有股那种酒香。天宝兄弟。你说的我。十块钱一个。对长沙很诱惑，我现在就很想去，想立马飞过去长沙，但是没有这个机会。要是我们对能去长沙巡演就好了。我是三个没用，因为那会儿抹那个药，然后每天我奶奶都会准时准点给我抹，然后还会用生姜，就是在我脸上一直搓搓搓搓就搓。要是我们队能去长沙巡演就好了，那我们整个队回来都胖两斤，每个人都胖两斤，整个队回来。这么小村上啊，谢谢您。您吃了吗？要去重庆，真的假的？生姜。有人发翻牌问我，有粉丝发翻牌问我，问我们首演是不是要去重庆首演？我还非常震惊，我还在群里说不会吧，我们要去重庆。然后他们都说是搞错了吧。就旁边的嘴也擦掉了。我们什么时候要去巡演？他们说我们要去重庆巡演。白馨予，你给肥子留一个，他说他想吃。给他留一个就行了。你们俩他们说我们真的要去重庆，7月9号。谁说的？粉丝。谢谢999的好多粉丝。骗我们的吧，我们都不知道。我们都不知道。但是，有他们有不认识的粉丝来问我是不是要去重庆，我说不知道，假消息吧。对。哪里听来这种消息？我们都不知道。你们怎么知道？感觉你们是这个消息不。我说你们互相不认识的粉丝，就是不是这种串通好一起骗人的，你懂吗？7月9号不是首演吗？对啊，他们说我们首演去重庆首演。我们不在上海首演吗？那我太开心了。不会吧，我们就算排练什么的也会在这个嘉兴路排练啊。对啊。这我总觉得是在骗人。我也觉得在骗人。没有。听谁说的？骗你。但是开票就知道了，什么时候开7月9号的票？并且，全家骗人。陈家男都7月9号拉票了，全家骗人。不会去外面拉票的。你们是不是因为觉得首演会有拉票吗？不会吧？会。啊，首演还有拉票？会啊。你是不是觉得百姓笨笨的，在那儿骗百？不是，是他们不认识的，就是他们两个不认识的粉丝都问我了。好疑惑啊！人还蛮疑惑的，确实蛮疑惑的。哦，你的富贵龙虾到了。真的假的？快吃吧，快吃吧。对，首演我也不知道，首演按理来说首演是不会有拉票的，但是刚刚韩家乐说陈倩兰，来不及了，我们队很多人都没有拉票，然后没电了，我手机没电了。对，10%的电了。那我觉得首演拉票很惨哎，因为不一定是你的粉丝能切到你的票。对的，但是然后留三个会更加多。但是又不是你的粉丝啊。对啊，但是哪有日常没电？我很久没手机没电了。就是，会一点下播怎么样？看到你发票也会觉得哇，很不错，给你投票，也有可能。不一定。
来，你问问他们，如果有自己的首推，还会给二推投票吗？会给。好，我问问你们。有啊。有首推，会给二推投票。是首推，就是有最喜欢的人。六号位啊。有啊，这个世界。会啊。真的假的？真的会。可是万一你的首推离他的目标很远，你还会给二推投票吗？当然会了。人家看个开心就给了。我不知道，我下注没有握手会。龙卷面前无二推。你看，你看是吧？你看这么多人说会。好感人啊！但是说会的一定就是非常多。几号啦？不是几号会？就会给票了。还没定呢。目标太远了就不投了，目标太远了是吗？今年我要感人啊！进 top 十六。我哭了，我流泪了。漂亮的你都投。加油。看好你哦，今年我是二推是吗？下注没电源，因为是吧？九十个在推我是二推是吗？没有首推也没有二推，那你还真有这种消息？怎么大规模宣传？没首推也没二推干啥呢？好，不吃了。下周日也没电源。我全好肉，哪里肉啊？你是说我脸上肉还是手上肉？嗯。明明喜欢我，为什么不能坦白？我感觉我一瞬间脸变胖了呢。我的手还是破了这个袋子，我要去洗手了，友友们，等我一下。你看，这个很全身的。是试推。受不了，是吗？这么厉害。哦。半对偶像这一点不好。刚入一半手很肉，这样子是吧？算我也是个死傲娇。冲呀冲呀冲呀！首推不需要你，那是不，没有一个首推是不需要你的。反正我你不要小瞧自己的力量，只要有一点点、一点点、一点点力量，都是很厉害的。不要觉得你的首推拥有了很多就不需要你了，真的不要有这样的想法。我哪里嫌弃你啊？是你自己，是你自己在那里。聚沙成塔，知道吧？谢谢九九的一票。呀，就是、耳朵好痛。什么？我是三推，对不起。一份微小的力量。是我自己运动一下。我还在想我是二推，其实我是三推。不要小瞧了自己。这样。盲目自信了，盲目自信。想把风衣换成浮游，你呀。没电源。那好，我唱一首浮游怎么样？真的没有电源，下周没有电源。下周。有些安排哎，可有可能是因为安排还没有出来。好吧。没有必要，还有可能安排出来就会有，我也不知道。没有必要了，没有必要告诉我。怎么了？你们要干嘛？太爽快了。怎么了？为啥没电源？好可惜啊！换成我会唱的不好。蛮让人尴尬的，场面一度有一度没有我，电源没有我。无忧。啊？可是你不电过了吗？那下周多少周过去了都？哪有啊？有。你是全世界最强的人，乐乐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我不知道、哦、你不是跟我那次电源吗？干嘛呀？你要不证明一下你是全世界最强的人。那应该是没有电源的。亏了亏了。有握手会，下周有握手。下周有握手会？对。是全队的吗？没有我们、哦、我们队有五六个人吧。我们不配拥有。对，吃完了。为什么？对啊，好像是的，下周有握手会。好像没有口红了，好奇怪。不知道，只有五六个人，可能是每周都有人握手，我也不知道。涂口红吧，好丑。重进就好了，兄弟们。有一朵。不知道哎，也不知道他这握手会是怎么拍的。没有啊，是你刚刚自己给我说的。哎，这周是谁来着的？我忘记了。那我当然想问一下，你是怎么？为什么我们没有握手会啊？我们队没有吗？就是有握手会就有合影啊，有啊，赵佳伟、苏珊珊。那为什么我们没有？还有谁来着？忘记了，我不记得了，五六个人。怎么这样啊？真的是，我只是顺着你的话说下去而已。哦、还有朱诗雨。我最喜欢握手会了，我最喜欢电源了，我最喜欢跟大家一起交流了。握手电源握手，下周人定了，下周就现在是十七号嘛，对吧？下周就是25号那一周，对吧？已经定了呀。已经定了是谁谁谁去握手了，五六个人。嗯。可能每周都有五六个人握手，我觉得。我的手生来就是被握的，我想参加握手会。来，我来握握。终于。那你握手会，你这个来握。时间到了。很快啊。很快。真的很快。我不知道能不能用合签哎。没有开玩笑。有点好笑。但是说实话。
但是确实我跟你们讲，这个是16号啊，我们都不爱 TF 的，那应该是吧，现在不过现在对，因为这个疫情问题，他们这个话题我都没有办法参与，因为我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，对，没有是没有，因为我觉得我们已经进球了，就只知道没有我自己，不知道别人。好，来了，唱歌了啊，等俺的排班出来之后就告诉你们。你别跳，嫌弃我，唱不下去了，好饱。对，有一个人，我想起来上次握手，我真的有人就是。我准备握手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握手。七月都没有空。不用，唱这首歌有点惨哎。没关系，八月也可以，对吧？眼神。八月也可以握。有伤害了。今天到几点？你知道吗？我刚刚感觉一直在吃龙虾，没有讲话，你们也没有看我讲话。我就尬笑了一下，然后就坐下来了。感觉有点不是很专心。就是我现在不愿意主动伸手的原因，也是有很多就是这样的朋友过来，害怕又伤到我幼小心灵，所以就略过这个步骤了，好吧？哎，到底是哪里来的消息？厕所消息说我们首演要去重庆啊？没有。我们今天还在后台羡慕插队可以去青岛首演。我为什么要你？十点了，该睡觉了。哇，明天有事、啊。快点啦，朋友们，我走了。你是个主播的花朵。不是，人把刚刚吃东西已经顶到嗓子眼了，然后现在让我坐在这一团在唱歌，好难哦。那就 dream 一个可以去重庆，那太快乐了吧。在这里歌唱。明天干啥？明天。没听过这首歌。明天我要开始搞这个叫什么来着？李子一看你就不关注我，这是我的骚歌曲，你竟然没有听过？那个、啊，我知道这首歌，我听过一遍。你刚刚说你没听过这首歌哎？你在那个沈阳的时候，拒绝指教。你还要躺在地上，还有那个光，那个哼哼，现在晚了。要是去重庆就好了，我想去金色印象和康巴达。晚了，救不回来了。Yeah。我觉得里面的红油抄手真的好好吃，但是你也救不回来。哎呀，了对啊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拒绝指教很难搞。我觉得这个拒绝指教很难搞，所以就开始早点开始。就不该说话，真的不该说话，不该说话。你们知道这个拒绝指教有多少动作吗？我看他都没停过。谢谢周雨的一票。我下次唱怎么样？感觉现在唱不下去了，有点吵。拒绝指教怎么走甜妹风格？怎么唱来着？不是，你是例子。哎，你已经跟大家说了。谢谢真无语的九票，早说啦！拒绝指教。对啊。哦、嗯。那你要不要说？我都还卖个关子呢。居然吵上架了。有什么好卖关子呢？我也觉得要有一个惊喜的感觉。居然吵起来了，刚刚。可是我觉得这些 unit 没有什么值得惊喜的。我说这些 unit 没有什么值得惊喜的。刚才为栗子，但是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呀。贺黄福贺彩是吧？在看我和栗子吵架。什么？我们没有吵架。但怎么拒绝指教改不了甜美风格的？怎么可能改甜美风格的拒绝指教？怎么唱来着？忘了。小百子好惨，他这个拒绝指教都没有人愿意去。他们知道，我跟他们说过了，我这个拒绝指教无一人，没有一个人选。我下次浮游好。就是最后三个人。很累，这个舞看起来。这舞看起来很可怕。脱掉他的袈裟。每一秒都是动作。就是很精巧，这一秒超人的一跳。真的每一秒。全世界都知道白先生跳拒绝指教，并且是和三个可爱女孩。是吧？不要电台浮游，那什么时候浮游？可以看看。可以舞台上浮游。你没看到这个衣服吗？有没有口红？显得我脸色好苍白啊，好仓促啊。安家乐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你的标签。也不会吧？标签还在这里。来看一下。口红好配今天的。嗯，口红好远，不想拿了。好配今天的造型。我就只有这个口红，口红好远，不想看。别的口红都是玫红色，就是那种粉红色，然后粉，然后老刘每次都吐槽我粉红色的口红。看到一出来就走了，没有，可惜了，不涂了，就这样吧。没给我说话。今天蝴蝶很漂亮。你甩头的样子好像以前非主流的我。你以前这么时尚，我不相信。刘杰为什么要来看我直播？刘杰，你为什么要来看我直播？
出现吧，你被发现了。通缉，全直播通缉刘杰，你为什么要来看我直播？播到一点十五吧，怎么样？哎，你们都可以看到谁在看谁直播。那我平时看别人直播，慢等也可以换掉，换成。那我平时看别人直播，你们知道吗？你的眼睛像星星，好，你待会提醒一下我好吧？谢谢六的九票。啊，都有记录啊！真的，我这不叫巡逻，我只是平常喜欢看别人直播罢了，真的是无语。你最好自拍，不要逼我跪下来求你，但是我觉得很丑。那你们不是都知道吗？就是走票。你们不是都知道我平时在看谁直播吗？看看谁。好尴尬。谢谢 A L D O R R S 的奶茶。不好看，自拍就不好看了。直播可以，直播是。也没有吧，我也没有很喜欢看别人房间吧，偶尔看一看。不好看。好吧。只有我点进口袋四把，点进自己的房间的时候，我就顺便看看别人的房间。找别人给我拍不太行，我会害羞的。我给你拍。啊，我会害羞的。倒也不是。倒也不是。你看这回美珍跟白俊学学，他从来不会害羞。什么呀？就是他说乐乐说别人帮他拍照，他会害羞。他人会害羞。是啊。白俊干什么都不害羞。我要害羞干嘛？我为什么要害羞？来我房间非得要洗衣服，他都不害羞。我知道，你知道吧？他要我说你，他说陈，你说陈安南现在睡了吗？我说不太好。我说你现在洗了你不能晾。不是，我说你现在洗了不好晾。他说。我洗完澡之后再去拿衣服再去晾，我说一个多小时，人家等你一个多小时。他说我偷偷去，我说你只要不怕他有起床气骂你，你就去吧。他说拿我去找栗子。而且他是已经两三点了，你知道吗？不是三四点了。三四点了，他去洗衣服了。他还说，我说那你不晾吗？他说我洗完澡再去晾。我说一个多小时。他说，而且他偷偷说，我都睡着了，我一看一个小偷一样的人进来。让我说是谁还是晶晶吗？他说不是，是白俊。我说你待会干嘛来？他说他要洗衣服，我就震惊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要洗衣服吗？我以为你们那个洗衣机不会有很大的噪音。蛮好笑的白俊这个人，他还光明正大说我现在偷偷去陈安南洗衣服可以吗？我说他现在不睡，待会也要睡了。他说那我偷偷去晾。我说你不怕他揍你，你就去。我就是想，他觉得我比那个我是剑男要有好欺负点对吧？他就不是，他跟你关系好点，和陈剑男没这么熟。那这样的话我就他都要我去找剑男洗衣服，我说不太好。那我可以接受了，小白子。主要是由此可得，白星宇之前去我房间，我睡得很香，他拿着个手机怼着自己的脸，在我床口床门口，就在这儿，就这么近，离床这么近。就在床上面，我脑袋在这儿上面打我的蚊香眼，拿着一个手机对着他的，就是一个手机光打他脸上，啊，好烦啊，真的是。我打我的蚊香眼，不知道说什么。我要一睁眼就看见一个在发光的脑袋。那我这不是发消息，你们都没回我，我才直接去的吗？蛮无语的，这个人。不是，是我这个人非常执着，你们知道吗？我就不知道，你说他打墙面找那个蚊香液还行，他打自己脸上也不知道是为什么。因为当时我跟周香被蚊子咬死了。我和周香被蚊子咬死了，然后又买现那个什么商店都关门了，买不到蚊香液。还有那个洗衣服真的是，我就不洗衣服，我觉得我今天晚上就睡不着，你们懂吧？你们有那种心情吗？就是我今天不干这个事情，他无用，对呀，把蚊香液拔了，然后走了。我今天不干这个事情。一个在发光的脑袋，我说你干。我今天不干这个事情，我会死。谢谢 A L D O R I S 的绿豆糕。谢谢。对。谢谢。就是有强迫症，我今天不干这个事情，我会死。真的，你们不懂，你们不懂，就是我就是出去，我就。不太懂，确实不太懂。就是正常人也会拿手机去照墙上的驱蚊液吧。我没有，我是先发消息的，好吧，我是先发的消息的。我有起床气，但当时那回你不就在睡觉吗？那个还能干什么？对啊，我没有蚊香液。然后李子没回我，拔走了。没回我，我想偷偷去看看。没回你肯定是睡觉了呀。而且这种串门很正常啊。就是晚上四五点的时候，老也有很多人到我们房间来串门。我们早上睡着六七点钟的时候，也有人到我们房间来串门，看看我们在干嘛。说什么？其实我们都在睡觉啊。有
因为不是，其实他进门的时候我就知道有人进来了，但是我不想动。对啊。但是我又感觉这个人进来了，下场不知道能不能换到吧？对。睁眼看了一眼，就是没有想到一睁眼，眼前就一个发光的脸。啊，对，还有一天，我想了，我也不记得是哪天了，我也不知道是很早很早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个人进来，躺在了我的床旁边，韩家乐不在，躺在我的床旁边，我一看陈倩楠，然后他说，我来睡睡你们的床，软不软？我当时我想，然后后来我就倒头就睡，完全没有意识，大早上的时候。陈倩楠也是个狠人。这个事情，这个互相串门的事情很正常啊。白天不在的时候啊，陈倩楠就天天开了我的门，就坐在我沙发上。哎，吃饭啦。哦。我而且大家都会互相串门的，终于，你不要因为自己没有关系好的朋友，就在这里啊挑拨离间，是吧？然后那天陈倩楠进来，我和白轩也都还在床上睡觉，然后进来之后一屁股就坐在了我旁边，然后就把我怼到中间去了。本来我们我说刚刚那个人，然后睡的就是中间睡得很香很香甜，然后感觉人进来，我俩也醒了，他就坐在我旁边，一屁股把我怼到中间去了，然后在我旁边躺。因为我们中心的时间就是这样，我们中心的时间就是这样。人茫然了。中心大家睡觉的时间都是这个点。没有梦游，他就醒了，他就在我旁边睡下了。对。然后和我聊天。对，也没有，就是已经到下午了。那会儿已经白馨雨已经醒了，我还在迷迷糊糊中。24小时来说还好吧。他把我挤中间了，因为那他睡哪，他就我在外面，他就直接坐在我。你在说什么怪话呢？对啊，我在家很规律，但是我在上海不是，我现在是躺在床上。真的。我其实很早就躺在床上，我每天一两点我就躺床上，但是我睡不着，我就没有玩手机，但是我就在那里躺着，我都睡不着，要到天亮了才能睡着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好烦好烦好烦。没有，他只想看一下我们的床软不软而已。然后陈彦南买了一个。对，中心上午很安静，一两点很早了，平时都是天亮了在睡觉。我睡觉就是这样的。我那天不是说了吗，栗子过来和白馨雨聊天，聊着我还和你们聊聊聊着我睡着了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走的。很好啊，就羡慕这种人。对啊，我之前和你睡的时候不也是吗？以前在你醒来的时候我又和你讲两句话，然后你看什么，我说哎栗子吃饭了。然后我就继续睡了。你看现在就一点了呀。很乖巧。就是、对，我就会和他们，就是我睡觉的时候。失眠是真的很难受。他们日常活动。现在就已经一点多了，到时候。聊几句，聊几句，我继续睡。再卸个妆。又和他们聊几句。卸个妆，再洗个澡，就已经三点了。很乖巧。对不对？然后栗子，但那是我前几天还怕吵醒我，我后面说。然后再睡觉的话就四点。我会和你聊两句，继续睡。你有发现了？你有一天。乖巧，乐乐真的很乖巧。的时间不规律，你后面的时间都会不规律。陈倩楠睡的时候也是，因为他就是他睡得比我晚，然后醒得比我早，然后醒的时候他就会和我聊几句。他说几点了？我说。我很早就开始做睡觉的准备了，但是吧，我睡不着也没有办法，我的头脑在进行头脑风暴，在想很多事情。我又睡了。谢谢苏斯洛夫同志的酒票。妈说，哎，外卖到了，我们去拿。我说好，然后准备入睡，我发现没有办法去拿外卖了。我在担心世界和平。我每天晚上睡觉前，我的头脑在进行头脑风暴，在担心世界和平。只要我不清醒，你就在这卸脸呗。也行。没有办法，就是睡不了。你刚刚还一瓶那个卸脸的，你拿到，对，就是这个卸妆。对啊，拯救世界。就很好笑，我睡觉真的很好。就只要我不相信，你有没有认真听我讲话？我就说的是没有玩手机，不玩手机躺在床上也是睡不着。对，我真的是无语。白馨雨就是这样。他那天，对，他那天早早就把手机放下了。我想说啊，白馨雨睡这么早啊，好好难得。然后我就把手机放下，然后我就睡着了。然后反正哎，真的，然后我就睡着了。可是我们房间很黑，真的睡不着，就真的人是睡不着。我没有玩手机，我就是。粉丝此刻在。手机很早很早放下了，过了两三个小时还是没睡着。昨天吧，我这个两点也差不多两三点钟的时候睡了，然后吧手机放下了，我没看手机了。周香早上5点多钟给我发消息的时候，还没睡着，我还没睡着，我已经睡了好几觉了，我中途还给自己咳嗽给咳醒了，然后我为什么痛骂了一顿周香，我说你怎么5点钟还给我发消息啊，人都睡了。然后周香说你不是没睡吗？我说我正在酝酿入睡，你这样给我一吵，我更睡不着了。好笑，真的好好笑。
真的睡不着，真的睡不着，救命啊！昨天哭了，只是那种半睡半醒，不是很安稳的情况。我都不看书，我都睡不着。我看书怎么能睡着？看书肯定要开灯吧。只要我丢下手机，我就能睡。谢 A L。突然打了个嗝。我觉得你应该多吃点安眠药。压力大，有可能是因为今天换站位了。对，我丢下手机其实就会很快入睡，但是每次都是因为丢不下手机。而且你们知道吗，我就睡得很晚，因为我睡不着嘛。我不是前刚回来的那天一点多的时候，我好像就把手机放下了，但是吧我到4点多钟我还没睡着，但是4-5点的时候睡着了之后，我早上8点钟就醒了，然后8点钟醒了之后我就起来点了个早饭，在那吃早饭。对啊，这就是那天我说的那件事，他点早饭我知道，他起来我知道，然后他吃饭的时候睡眠好差，睡着了，哭了，睡着之后扑通在我身上，怪不得我长了这么多痘痘。爬到我身上来玩，然后我又醒了，醒了之后白鲸鱼在玩扑通，好扑通一脚给我踹醒了，我又醒了，然后隔了没多久栗子又过来了。睡吧，睡不着，醒吧，醒得早。谢谢 AR 的栗子。不知道。啥？最近睡眠真的很差，我要买一箱牛奶。怎么办？你是男的是女的？我要买一箱牛奶回来每天喝一瓶，说不定就可以改善我的睡眠。啊，牛奶可以改善睡眠吗？不知道。吃褪黑素，可是每次吃褪黑素都觉得睡得很不安稳，你们懂吧？那你也看人家乐不乐意，喜欢女的。就是感觉睡得不是很实。我在家，你管我，我在家就是能睡得着。那就说明不知道为什么一回中心就睡不着。他们不喜欢女的。我应该把我家的床搬过来。晓得吧？你就不要强求了，不行，那我不喝牛奶了，绝对不要长到170滚。看着直播睡了一个小时了，这么香甜。好，我要关了。哎，今天非常不错，想拍奖照。我要想。一个冒泡的头。没有啊，不是认床，我这个床也睡了很久了，怎么还会认床呢？不会认床的。相亲成功，记得。谢谢波二爸的酒票。好吧，晚安。下播了，趁我现在妆还有，我拍张照，如果不好看我就不发了，好看的话就明天发。也不是家里被子的问题，这个被子我都睡了多长时间了，啊，我都睡了1年多了。哎，从我来了上海我就睡的这个被子，睡到现在它就是我最爱的被子。好吧，拜拜，大家晚安。它是我在心里排 number one 的被子，其他我家里的被子都比不上它。晚安。真的是，我要下了。下了下了下了，拍张照，拜拜，拍张照，真的得发微博喽。嗯，晚安晚安晚安。我也是。这都不讲话啊，就晚安的时候大家都来讲话了啊。晚安就是讲话最多的时候，哼，拜拜。